为什么？你去跟爸爸妈妈一说，他们就懂了。好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说是小怪说的。图图知道了，让胆子变大的东西是友谊。友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友谊。如果刷子妈妈能有个好朋友关心她、帮助她，在她孤独的时候陪在她身边，她也就不会感到那么害怕啦。记住。知道了。关心他。记住。记住。知道了。关心他。为什么？你去跟爸爸妈妈一说，他们就懂了。好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说是小怪说的。图图知道了，让胆子变大的东西是友谊。友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友谊。如果刷子妈妈能有个好朋友关心她、帮助她，在她孤独的时候陪在她身边，她也就不会感到那么害怕啦。为什么？你去跟爸爸妈妈一说，他们就懂了。好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说是小怪说的。图图知道了，让胆子变大的东西是友谊。友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友谊。如果刷子妈妈能有个好朋友关心她、帮助她，在她孤独的时候陪在她身边，她也就不会感到那么害怕啦。